迎大家来到女王骑士团的训练总部。我是训练团助教李雪。在未来的三年里面，我将会协助帕迪团长向大家进行连串的特训。训练展开之前，首先等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训练总部的环境。各位身处的这个地方，会客室隔离的是饭厅和厨房。位就系你哋嘅训练。大家好，我系艾米莉，请多多指教。好高兴认识大家。各位验身的日子，安娜，你的身高和报名的时候是吗？是啦，艾美莉啊，已经检查。唔该，咁我可以走得未啊？但系你的面色好似好难睇咁嘅。冇事啊，可能我失眠。好啦，检查完啦，一切正常。我从来都未见过共精灵咁好，呢啲绝对唔系一般木偶师能够做到。